受到轩岚诺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基隆市风雨渐强，也导致中山区中和路一处建案的鹰架倒塌，封闭一线车道。基隆市议员庄敬胜特地到现场关心，也提醒用路人经过这里时要小心注意。还是因为今天风雨比较稍微强一点，那我们今天早上特地在特别对于我们正在施工的这些建案，希望他们在公安的安全上面哦，应该能够多加注重。尤其台风季节一直来到哦，我们希望地方上面都能够安全平静。由于中央气象局预估台湾海域特别是北部地区这两天都会受到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因此庄敬胜也提醒民众外出要特别小心。记者吴俊松，基隆报道。